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，张姓毒虫骑车吸毒外出遇巡逻警方眼神刻意回避，未料此举反引起警方起疑拦查，他先打开机车置物箱佯装配合，还跟警方闲话家常，未料突然一个转身将口袋内的毒品往路边一丢，自以为骗得过警方，只是夸张的动作全程被目击，当场人赃俱获被送办。台中市第二分局立人派出所长林天宏上周六代班巡逻文昌东一街时，发现骑车迎面而来的39岁张男在看到警方时，除眼神刻意回避，还立即将头撇向另一方，可疑反应马上引起警方直觉有意上前盘查，果然查出张男是毒品列管人口，请他开启机车坐垫配合盘查。张男也佯装配合，先开机车置物箱，还跟警方闲话家常，表示自己早没再使用毒品了。正当警方请张男拿出裤袋物品时，张男却仅拿出部分物品，隆起的口袋显然还有东西吸引警方目光。正要请张男将剩余物品拿出时，心虚的张男突然一个 move 转身，将口袋内的毒品往路边一丢，自以为骗得过警方。但夸张的动作全程被目击，他丢完还马上辩解，那不是我的，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举动让警方也傻眼，马上在路边车子旁找到被丢纸的安毒及吸食器，原来张男想趁警方不注意时将毒品丢弃路边，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但手法实在太粗糙，转身丢纸毒品的画面都被密录器清楚录下，当场让他百口莫辩，就逮讯后全案以毒品罪嫌送办。